有一个超级机智可爱的女友是什么感受？近日，博主脱带作业簿爆料了把女友拉进家庭群之后的对话。女朋友和博主妈妈真的是太可爱了。我从小就是单亲家庭长大，老妈在生活里却是个非常有趣的人。她很喜欢听相声抖包袱，我还特意和女朋友说过这事。老妈和我加上我女朋友有一个小群，平时聊天的时候，女朋友和我妈对话像讲相声，我妈还教育我一定要好好对这个女朋友。群聊截图，妈妈特地嘱咐我要好好对女朋友，说面交里面有这样一句话，你可以是一个好男友，也可以是一个好儿子，但你不可能既是好儿子又是好丈夫。但今天的事儿真的可爱到爆炸，有趣的人简直是生命之光，祝大家都能遇到有趣的女友婆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